有超瓦可以用了，所以啦，有一间超瓦了，我等超瓦等好久了，捡到是没有吧？ 二二二二战兵，那个插超多，会插超级多。我很需要啊！法鸭是什么垃圾啊？格挡 A 盾我来了，点这边点侧身自己，点侧身自己，然后我们把法格宫格拿满。我操，大 CI 加 A 盾，操，什么东西啊？让我想一下嘞，让我想一下哎。 这样怎么配啊？哦，这圈命人守护这圈会刚好配到好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圈会刚好哎、欸，靠腰啊！可是我点不到啊，兄弟。 我这个超瓦要干嘛啊？我这个超瓦，我拿来瓦这件好了，不是大 CI， 不要大家不要抢到，瓦这件，瓦这件。可是上坠会不会弄掉，对不对？那好像没什么意义耶，也不会没意义啦。如果因为如果出加一宝的话，我还是会更需要的。加一宝其实很需要。这瓦拉大 CI， 哇，你是特别狠哎、欸，我发现。 反正顶多不转 CI， 投资报酬率很高，失败能做废片。看我刚刚是不是洗出一个超级逆天射，然后把它点掉？他刚洗出三绿二红，哎，我的 fuck， 谁盖的命好啊？妈的，大家怎么这边过不去？靠北还要再去下一间？ 到底是谁？每次就想说啊，算了啦，连接值不用啦，反正有通就好了啦。谁每次都这样子？23没过，可是，唉，还是希望拉21等啊，21等更强。我们需要保持仪式的神圣性，周边的小怪都要清干净。 哎，可以啦，可以啦 ，Go！哦，哦，哦，干！哈哈哈哈哈！刚才真的是阳寿局，哦，我的天哪！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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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不行不行，这是阳寿局，这个太阳寿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看这是这个太阳寿了，姐姐这个太这个太夸张了，赶快打屁股，赶快打屁股，赶快吸你的阳寿，啊，算了，你不要我不要吸你的阳寿啊，你要活久一点。
发现一件事，靠北，我怎么没带火铳进来？用一门拿火铳，还好二专家模式，不觉得亏。
这两本都做这两本。我也想铺，可是太麻烦了。欸，真的差一门欸。我刚刚如果不要贪心的话，我刚刚猎冲有带的话，那个门我还可以用，用一门拿火冲，还有二专家模式，不觉得亏。那门我还可以用。我刚贪心那个门了，刚贪心，因为刚那最后一门了，贪心那一门了。刚可以换扑杀，可是扑杀的问题是。那个我如果要换铺战的话，我一定要副手，这样操作太麻烦了。刚刚真的就差一点了，啊，差一点啊，真的差一点啊，这操作不好，真的操作不好。刚有一个冰球，因为左上角那边其实本来有位置让我站，可是我不小心把一颗冰球放在那边了。那个我知道那个是超级失误，我其实我知道那是超级失误，那个失误之后我就很难打了，那个失误我知道就很难打了，因为他那个黑球，因为对那个尊师的张力板是没办法控制的，那尊师张力板没办法控制，所以你能控制的只有冰球，你能够控制的只有冰球的位置，啊，我这只没有秒回啦，所以张力板对我来说压力很大，虽然我有忘却印跟一堆有的没的抗持续伤的，可是比起来。那个，因为那个张力板它是会叠伤害的，打太久了，然后后面最后面又有失误，就是你后面要先打树，如果两个人的血量是同时开的，因为最后一阶段的时候两个人血量是同时开的，你要先打树戒者死了之后，尊师才能被杀死。刚刚尊师快死，刚尊师被我打死了，可是树戒者还剩下一点点血。所以我刚如果顺序反过来的话，我过了。可是当然也不是不能，也是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刚刚那边我视野内只有尊师是我冰到得到他的，没带冰抗水。因为啊，我因为我是81%A 盾大抗啦，我有特别调冰抗了。要我觉得冰抗水不是主因，因为刚刚最后我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水了。我刚最后死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水了，水全部喝完了。刚如果比较。我觉得配置上是血水应该多带一罐，血水如果多带一罐的话，应该后面会很好打。刚至少刚不会死那个情况，伤害太低了，伤害真的太低了，比想象中还低。那应该说那个张力板比想象中还夸张，因为我真的没用过那么低伤害的打中尊。后面地板真的太夸张了，后面地板是真的没地方可以踩。我刚唯一能踩的地方只有左上角啊，左上角自己被我脏掉了，我不小心冰球放在一边了，好多细节可以更好。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才有趣啦，我觉得这样才有趣。练到96人的专家角色，我之前从来没有练过一只专家角色超过70等，所以这是我第一只专家角色那么高，然后。算死的位置就是荣耀而死啊！我觉得他死的当然可以更好啦，可以打得更好啦，
想一想，真的不够好，真的跟刚刚很多细节做不够好。可是要这样子才好玩啊，就是要这样子才好玩。那再把这次，其实这次旅程真的很有趣啦，大家反正就是终归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，我觉得很棒，很难有机会有人愿意付你钱让你玩游戏，然后还这是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很不熟悉的技能，然后也还是很有趣啦，真的我没有到那个就是很不爽啊，当然你说我不我很正向，我很不爽，但就是很正向，然后说什么当然没有啊，当然还是会不爽啊，可是就是会觉得哦，这次真的蛮有趣的，感觉好像这几天不没有白费，就最后死在一个我觉得合理的地方啦，可以打更好，之后一定可以进步。这真的第一次，你知道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前看人家打专家那种拓荒专家，他打很难的王的时候，我看他都会打我都会看到手心流汗。像那个 Ducky 他那时候打那个，他刚才在打我看他就哇干，我都看他走位跟他那个那种，就他的走位很极限，他都会弄得很极限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会死的那种。那我都看到手心流汗，可是我刚刚其实自己打。没什么紧张感，真的，刚真的没什么紧张感，刚比较是那种就是觉得这边这样打比较好，这边这样打会心里想没什么紧张感，真的就在想怎么打赢而已，我觉得很棒，这件事情本身感觉是很棒的，只是就可惜最后还是操作不好啦，可以再更好啦，真的可以再更好，啊下次就会了，下次更会玩了，啊那再见啦。